今天一大早就坐船离开了 Covifi， 前往 Colenta。check in 了 hotel 之后呢，就直接就跑到了海滩上去了，因为这里离海滩非常近。瞧这沙滩上都没什么人。这就是可能那个所谓的水母，它会蜇人的，好像很厉害。中午12点的时候，突然这个周围都放起了鞭炮，我估计这也是泰国人的新年。还是从天上看一看这个Colenta 的 beach 吧。Colenta 这个城市，这个岛，这个城市，反正是很简单，就是沿着这个海岸建起来了一栋栋的建筑啊，很多这些建筑都是 hotel。也可能是因为天热，反正是沙滩上基本上就没有人，这么大的一个沙滩，也就是能够偶尔看到一两个人在走动，然后也没有人在海水里。晚饭之前太阳快落山了，再来看一眼这个海滩啊，还是跟中午差不多啊，人稍微多了一点，但是也是非常少。似乎这里的海水没有那个狗飞飞的清绿。
海滩上真好玩啊，地又大，人也少。好了，又快到吃饭的时间了，所以得去附近的餐馆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了。这个明天还要有一天的行程呢。OK。